当个男人真不容易，每两个50岁以上的男人中，就会有一位患有前列腺肿大，它可能会引起不适，并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但鱼人参新推出的前列腺保健宝帮了大忙，它含有一种独特的草药配方，由9种精心挑选的草药组成，可以维持健康的前列腺及强健的膀胱和尿道。其实做男人也蛮好的。鱼人参，您的首选。